西班牙语是华语和英语之外全球最多人用的语言，香港人掌握中英语兼备的优势，如果识埋西班牙文，向海外发展的竞争力肯定大有帮助。 Columbus 严选高学历的导师，坚持小班教学的模式，为不同年龄层用灌注西班牙特色及文化的教授方法，令学员轻松容易学习西班牙语。他们的小朋友班特别受欢迎，透过游戏和学习，不单止令小朋友学到外国文化，掌握多一种与别不同的语言基础，令小朋友成长特别有自信。多谢黄叶班这个奖给我们。We want to thank all the parents and students who support us, and we hope to provide the best Spanish education in Hong Kong. Gracias a todos por vuestra colaboración. Thank you.